醒了，世子，那个沈真呢？暂且安排在咱们成院的蓝月阁了。昨天啊，搜出公图以后，他高兴的直接晕倒了，属下担心他在肃宁伯府还探查出什么别的秘密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哦，还有那个清溪也一并带回来了。 好歹有个照应吧。你倒是仔细啊！嗯，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带沈真来问话。一会儿恐怕不可能，医女禀报说她昨天受了不小的惊吓，心神不稳，于是给她灌了汤药。此时啊，恐怕还在睡着呢。哼，她倒是睡得舒服。 昨日只是感谢陆廷尉，若那一刻您没相信我，那最多也只是失去一次机会。但若是你再如此不自量力的冲动行事，怕失去的是你自己的性命。你虽豁得出去救你父亲，但你父亲若是知道你因此丧命，他是否承受得了？是啊，沈娘子，昨日如若不是世子觉察情况不对，命我入府探查，后果。 公图，我爹爹跋山涉水，走访乡里，整整绘制了2年时间。不许哭，好好看图。
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爹爹的笔迹。确定？是。陆廷尉，有了这份供图，是不是就能救我爹爹出来？供图呈上还需要有一个检验的过程，确认不是供图有误而导致的坍塌。我爹爹的供图绝对不会有误。马有尸体，人有失物，真相。闭嘴！我知道陆廷尉只看证据，只带真相，不做妄断，但在查明真相之前，请陆廷尉不要乱说话。昨日你还有何发现？你是如何确定供图是在肃宁伯府的？是许巍告诉我的，他想。我便让他拿供图救我爹爹，他说这简单，供图就在肃宁伯府。许巍？许巍是如何得知？难道是他威胁我姑父？他们为什么要冤枉我爹爹？你说啊。杨宗。是。沈娘子好好歇息。陆之言，我堂堂肃宁伯，没有皇上旨意，你不能对我用刑。你若是口不能言手不能写，谁知道是我对你用的刑？干什么你？吓唬谁呢？陆之言，我告诉你啊，少他娘的在小爷面前耍官威，赶紧给我放了！看什么看？有能耐你打我！哎呀，那也不至于。我身为廷尉啊，最究律法了。强奸未成者，杖100，行刑。来人！陆师爷，你来真的是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好了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我只知道圣上钦定律法在此，任何人有违律法，我廷尉府追究到底。许侍郎，你应该感谢我们廷尉府，若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你如果强奸得逞，那便是侥幸。都是黄金火器，有话好好说啊！打！世子，世子！好了，该轮到你了，苏宁伯。说吧，公图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我就是意外发现，沈尚书还有一份东西藏在钱庄，我便取了，看看能不能帮到他。可怎么沈兰却说你是奉命拿公图？奉谁的命？今世钱庄的火是意外还是刻意？钱庄抓沈真的人是谁？你去钱庄拿供图，恰遇沈真心生歹意，想一箭双雕，放火假意供图被烧，同时造成沈真假死，在暗中将他送给许巍。廷尉，我错了，我。闭嘴！别听他瞎说。你说我怎么敢擅闯伯爵府搜查？那是因为你们金氏钱庄早就暗布了廷尉的眼线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皮子底下。说，你是奉谁的命拿供图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就是收到一些书信，吩咐我做一些事情，之前都是一些钱货往来，我要照做了。那便财源滚滚，我要不照做，那各地钱庄就麻烦不断。这次取供图也是，我收到一封书信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的，我就被廷尉给抓了。我那许巍是如何知道供图是在肃宁伯府的？这可是许巍亲口告诉沈真的。许巍，他
他怎么会知道？那他肯定是湖州的，想骗沈真就范。那钱货往来的账簿呢？都在钱庄，给烧了。苏宁伯暂时收押，让他写下所有的钱货往来。是。来人，在。带走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您要的布料准备好了，放那儿吧。是。皇后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大呼小叫的。许侍郎出事儿了。他让廷尉府给打了。为什么？许侍郎他强抢民女，让陆廷尉抓了个正着。这不争气的孩子，早就说过他了，这性子就不能改改吗？打得好也该教训教训，不然的话还不定做出什么事呢。皇后不管管？哀家管不了，让廷尉府去管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洗完之后给皇上送过去。快送过去。娘子。嗯。想什么呢？陆廷尉刚刚走得急，等他进入回来，我们跟他打个招呼便离开吧。嗯，这里毕竟是廷尉的别院，娘子常住也是不合适的。而且陆廷尉这个人不太正常。嗯，他今日虽然有些奇怪，但毕竟也是个廷尉，不至于吧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上次在百香阁的时候，他一下让我哭，一下让我停。那我现在就去收拾。嗯，我跟你一起。周御史前来又有何公干？陆廷尉昨天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我们御史台不应该过来问一下吗？周御史真是恪尽职守，若觉得我廷尉这份差当得不妥，那上书呈报便是，何必辛苦周御史亲自来问询？陆廷尉误会了，怕是你忙着查案忘记了，城西渠一案是由你我联合查办。那周御史可查到什么了？周某不才，不仅没查到什么，还让沈尚书在狱中出了意外。沈尚书现在如何？有人投毒，性命是保住了，不过还在昏迷之中。周御史拿着皇上的手谕将人带走，却出了意外。那这件事周御史应该向皇上交代呀。此事我自然会向皇上禀明，今日前来是为了提醒陆廷尉需防患于未然，比如公图的真假。周御史真是神通广大呀，看来我得好好清理清理我这廷尉府了。陆廷尉说笑了，通力合作而已。公图之事就不劳周御史费心了，本官自会找人查验。查验之人我已经带来了，我相信陆廷尉也对这个人不会有任何的异议。大人进来。大人。水部侍郎李帝，沈尚书的女婿。陆廷尉，你有比他再合适的人选吗？
查验后拿回廷尉府。御史台。何处拿的东西归还何处，这个道理李侍郎应该明白。啊，此案是由廷尉府和御史台通力合作，御史台高于廷尉府，有提审权。啊，城西局的汇测数据下官已经烂熟于心了，况且还看过沈尚书的工图，可以在此查验。查吧。回两位大人，确实是沈尚书的工图，和郊游施工的一致。周御史可安心了。那工图呈上之事，就有劳陆廷尉了。职责所在。世子，要不就别告诉他呗。事关人家生父。不说似乎不应该啊。您是觉得不应该了，你要真告诉他，那你不得疼死啊。哎，好不容易找到工图了，以为能把他父亲救出来，结果倒好，现在又昏迷了，你真告诉他了，他不得哭死才怪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你去给我。世子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世子。我父亲怎么了？昏迷了，你快告诉我呀！别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先哭，我就说，别哭，你别哭，我就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你别哭，别哭，先别哭。好，想听，你不哭，你不哭，我肯定告诉你，你父亲他在狱中被人毒害了。但是抢救及时，他一定会醒的，他一定会，他死不掉，一定会醒的。真的，你相信我，他一定会。杨宗，你先别哭，听我说，有人毒害沈尚书。证明他是冤枉的，有人想让他尽快背上这罪名，更证明公图是真的。只要呈上公图，你父亲就有救。真的吗？啊！今日公图让你子父离地查看了，确实是你父亲的。那定是没问题了。你干嘛？怎么每次我哭，你好像都很嫌弃的样子？对，我们家世子最见不得别人哭了，一看到别人哭，他就发狂。我说呢，那正好，我跟清溪要离开了，跟您说一声。哎，不行。为什么？许巍今日被打了100仗，他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把他放走了？他做了那些事情，你居然把他放走了。根据律法，他未得逞，只能杖一般。但他恶意明显，你把他放走了，难保其他娘子不会被迫害。可他此次被捕，并未酿成恶果，无结果，罪不至死。你还想酿成恶果？沈真，律法不是你这般解读的。我去找阿紫。许巍都能利用肃宁伯，还会怕你们李府不成？你去只会连累你阿紫。你听我的啊。你暂且不要跟你阿紫联系，一旦被许巍察觉，你们姊妹俩无安宁之日，永无安宁之日。那会不会太麻烦廷尉了？你不哭，我就不麻烦。好，那我忍着点。感谢至极。世子难道打算就这么一直把他供在府里啊？那不然呢？他这一天天遇事就哭，在这儿我好歹能想办法安抚住他，若在外面，嘿，我真怕不久之后镇国公府就要挂白帆了。呸呸呸呸呸！世子你别这么说呀。如若不然，
我把他给他哭我都能晕成这样，他要是没了，你是希望镇国公府提早挂白帆啊？不不不，世祖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世祖，我这不是为您分忧吗？清溪，给沈娘子请安。沈娘子，我等皆是女医，廷尉说沈娘子近日忧心过度，让我等来为娘子检查一番。我没事，我好得很，不需要检查，你替我谢过廷尉吧。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您不必客气。查出什么了？小娘子四肢纤细，五官端正，身材极佳。有没有异于常人之处？小娘子胯骨较宽，日后定好生养。说这些做什么？我是问她身体有没有什么异常。眼睛查了吗？他的眼睛真的是太美了，并无异常。心口处呢？一碰他就心跳加快，想来是心思敏感细腻之人。那个陆时宴，他想给你生孩子。你没听错？绝对没有，我听见那些女医说你胯骨较宽，还说你日后定好生养。难怪他不让你走，就是为了把你困在这里，方便他追求娘子你。娘子，你怎么想？我怎么想？我当然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啊。我现在只想救我爹的出来。好，那我一定保护好你，绝对不让那个陆时宴得逞。我得什么逞啊？我进来了啊。陆廷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事儿，要跟你家娘子说。你先出去。我不出去，这晴天白日的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出去。我，千玺，你先出去。娘子，我就站在门口，有事随时喊我。走走走，你别拦我。那个，你先别害怕，我要跟你说一件非常认真严肃的事情。我等等，你先听我说。我爹爹尚未出狱，他又被人陷害，除非他安然无恙的出来，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考虑的。如果你希望你父亲能出狱，最好认真听我说，先解决我的问题。你怎么跟许巍一样啊？别胡思乱想，误会了。哎呀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呢，只要一哭，我就会心疼。这不是还是一样吗？啊，不对，是心痛，不是心疼，就真的犹如刀割般的痛，就好像有些时候有一只手啊，捏着我的心透不过气来。哎，你若哭得厉害的话，我还会晕过去。哎，你见过，就是上次在肃宁伯府。陆廷尉，虽说我是个小娘子，但你真把我当三岁孩童啊？骗谁呢？你试试，哭。凭什么你让我哭我就哭，你让我不哭就不哭？你可别忘了啊，公图在我手上。陆时宴，你无耻！you
子，娘子，慢点，别伤着世子。走走。他好像是真疼啊。还疼吗？没事了。对了，世子，手下打听说有一个庄婆，听说挺神乎的，要不兴许他可能有什么办法。哎呀，那些人呢，只会摆弄些歪理邪说，糊弄无知者罢了。您遇上这样的事儿，这可不就是歪理邪说吗？娘子，我觉得那个陆廷尉真是这里有点问题。如果说他爱慕于您，那应该爱惜你才对啊。他现在就像有什么怪癖似的，他说我一哭他便心痛，而且是肉痛的那种痛。这胡说八道。我也觉得是，但是我看他是真的很痛。娘子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，他就是看你心地善良，在那装可怜，让你离不开。真的吗？嗯。七七，啊，去拿芥辣根。嗯。够了吗，娘子？你继续。哦。说的那个庄婆，我要见她。好，属下去准备。千烛火，只供一人。相思入骨，药石无益。七千烛火，只供一人。相思入骨，药石无益。你是谁？
你到底是谁？沈娘子，真的是你吗？为何入我梦中？我怎么也哭了？侄儿不见了。是啊，百香阁的铺子关着，我敲门也没人应。隔壁的铺子说有两日没人进出了。我说这两日怎么眼皮突突的跳呢？还有苏宁伯府被查封了，赶紧备车去找真儿。娘子，老夫人不愿您出门，扣了府中所有马车和布辇。那便直接去吧。娘子，你倒是快点啊。娘子慢点。没事啊。哎，小心点啊，快走快走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多谢周御史。李娘子，你如此匆忙，这是要去哪里？要不我送你。父亲一样还需仰仗周御史照顾，就不耽误周御史了。啊，我不忙，眼下只待核验工图便可。工图找到了？对啊，之前李侍郎私下帮我们核验过工图，他没告诉过你吗？李郎为了城西渠一案，已经一连几日过家门而不入了。哦，辛苦李侍郎了。我还有事情，就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工图是在肃宁伯府搜到的。不能再多言，李娘子聪慧，心中明了便可。那周御史可有小妹沈真的消息？还没有，不过我可以帮你打听。多谢周御史。先行一步。娘子，我总觉得这个周御史他不可胡言。父亲还在御史台，日后定还需仰仗周御史的照顾。这工图怎么会在肃宁伯府呢？真儿可会在那儿出事情？找到真儿要紧，我们再去真儿常去的地方看看。好。梦到被人刺杀，可能是多年断案结了仇家的压力所致，怕是郎君过于关注查案，人若执着于某事，便亦有庄生之祸。可那些梦都好似真实发生过。那郎君究竟梦到了什么？很是凌乱，我对他用过刑，然后他刺杀我，可是他似乎又为我落泪，在祈求着什么。关键是梦中之人似乎就是现实中的某人。哦，郎君如何由此论断？他带的香囊和梦中女子一样，而且他一哭我便会心疼。你从何时开始心疼？第一次见到他，他一哭我便疼晕了。当时你在做什么？捉拿他父亲，抄了他的家。那之后几次呢？搜过他的身，损毁过他母亲的遗物。郎君，你太不乖了。梦中缘，命中劫，这是你应承受的诛心之痛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在梦里你们错失情缘，害他流了许多眼泪，
而这梦外呢，你们本该圆满，你却又惹他流了太多眼泪。可有治愈的办法？我可不想被他牵绊。哦。哦哦哦。你对他竟毫无依恋？当然没有。你带他到此处，我试试。行，请告辞了。等等，你们可能从此陌路，再无联系，你可想好了？本就互无干系，又何必联系？沈真，沈真，你在吗？开门。沈真，在。开门。不能开。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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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世子，莫不是这沈娘子又在研究什么让你心疼的办法？沈真，你不是要见你父亲吗？我现在带你去。今天先不去了。同学，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，去给他拿消散丸。消散丸，明日跟我去御史台。好。然后随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你去还是不去？谨遵廷尉吩咐。你倒是突然知道要学会尊重我了啊！日后必定麻烦陆廷尉，还是乖巧一些好。杀手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用。陆廷尉。可放心。沈真，你这张嘴脸我记清楚了。陆廷尉。哎，陆廷尉。本官带武大夫来见见沈尚书。请容小的禀报周御史，此案由廷尉府和御史台联合查办，本官要见个嫌犯还需禀报，那要不要本官先去禀报皇上？不敢不敢。哎，陆廷尉，陆廷尉，开门。将养，日日用药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谢谢武大夫。那就麻烦武大夫开药了，我会让御史台尽心照料。好。谢谢陆廷尉。给你片刻，不许哭。您别怕，公图我们已经找到了，等到核验完就能还您清白了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好好在一起了。爹爹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世子，我去把他叫出来。再过一会儿。
人带来了。郎君不再考虑考虑？不必了。哎，可惜了。那郎君您就先出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我们要做什么？你照做便是。小娘子跟我过来吧。你们可能从此陌路，再无联系，你可想好了？你放心，我就在外面。做梦前世般配换取经